Oh my god！ 哦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了。哎呀，收驴。Jesus Christ！ Oh my god！ Shit！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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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，他动作好快！哎，干，这个家伙没有死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没事，没事的，他不会进来的，他不会进来的。我这边是存档点，他要怎么进来？你说？看，那老师他进来了。他出去，他出去，他出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林北摩爹，惊还好无？嘿，你好啊，嘿 man， 今天过得好吗？哎呀！哎呀，等我一下吗？我可以等他开个门，然后绕个路吗？他应该不会知道我在这里吧？障眼法，等他开门，然后他就往那边走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就直接从后门绕一路，有没有？我都已经算好了，单挑啊！在这里。在这里，不要隐藏你自己。我随风而来，随风而去，没事情啦，爽。干嘛？干什么东西？哇！等一下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么大一只，大只佬哦！怎么会那么大只的东西啊？该不会是他吧？怎么可能？他走那么快啊？我刚没仔细看他的样貌，哎，该不会又是暴君？不是啊，他不会来的吧？我以为我安全了、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来，拟定战略，拟定战略。我们现在有爱心钥匙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啊、哦，不是，我们有这个绿色的梅花钥匙。我来想想哈，这个我们现在人在二楼嘛，哈，一楼的资料室呢，很是可以拿来开一个。然后等他从另外一边楼梯上来的时候。我们要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往下走，然后呢，走到一楼开这扇门。可是呢，我们应该会遇到利卡，所以说我们要走柜台那一条路。柜台那条路是安全的，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走西侧办公室，你觉得会死得很难看啊、哦，因为那边有利卡。决定了，来啊，单挑啊！干你妈！结果利卡在这里，好，我要死了。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各位长久以来的关照，长久以来的关注，谢了，真的是谢了。哇塞 ！Oh my goodness！ 哎，是什么？不是吧？他还在追。这个人真的是很麻烦呢、欸，我东西都还没捡，他就想开门。色带剪一下，我先走了，别卡、啊。啊，新型的我没有。闪光弹有没有用？